这期视频来制作一架非常神奇的飞机 BV141 不对称飞机。第一眼看上去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奇葩玩意儿，肯定是抄袭了大佐三轮摩托车的设计。这架飞机的设计师叫理查德沃格特，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德国汉堡飞机制造厂的设计师。我就喜欢这种富有想象力的设计师，让我的视频都有了素材。按照 BV141 的外形修改一下模拟90的图纸，机翼加长一点，平尾削掉一点，机身放边一点，改完相差不远。后面就是标准制作流程了，机关切割板材开始制作，取出机翼材料进行倒角处理，刻出弯折线条，安装中央翼盒，中央翼盒边上再加一根碳管，用来提高机翼的强度，装上副翼舵机就可以折叠粘合到一起，这样一个带有翼形的机翼就做出来了。测试一下副翼舵机功能一切正常。机身的制作就更简单了，拼出来一个方盒子就行，把平尾和垂尾都接上，安装控制舵机测试一下也没什么问题，最后把动力系统安装到机身上就好了。现在整个主机身就全部完工了，把机翼和吊舱进行一下夹组，是不是有点感觉了？这个机头看起来很奇怪，决定 3D 打印一个整流罩，随便画一个图，使用光固化打印机打印一下，耗时7个小时。安装上去看一下，有点样子。电机整流罩也顺便打印了一个，飞机的涂装就随意了，这个也不会影响飞行。这架不对称的飞机就全部完工了，给你们欣赏一下这个看了强迫症都会犯的气动外形。技术总监看了都直摇头，赶紧的毁灭吧。我们现在就直接去外面试飞。这个飞机虽然说看着很奇怪，但是按照我的理解来说的话，飞行应该是问题不是很大的，重心都正常。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？它这个平尾它也给砍了一半，正常的飞机就算是不对称它也没必要砍这平尾。这个 BV141 它后面这个后座这里有个机枪手，那个观察窗这里，然后呢要往后面射击，设计师就怕机枪手会把这个后半部分平尾给打掉，然后设计师直接自己就把平尾砍了，砍了一半。正常情况下的话这里应该还有一半平尾的。这个飞机一眼看起来有点像那个跟那个大佐坐的摩托车特别像。来吧，直接试飞吧，也没什么好说的。这个飞机反正我觉得是问题不大，没什么问题。这个飞机起飞起飞。这个手抛拿着有点奇怪，主机体不在重心的位置，它会往下沉，左边那它会往下掉，拿着好奇怪。嘿咻，哎，它左边重了好多，感觉还头轻。哎，调好了，也还是有点重，什么鬼嘛，好难控制，它一下左一下右的。我在想这架飞机的最早的试飞员是怎么飞这架飞机的。我等会把两个吊舱往中间挪一点，在草上应该没有坏，但飞起来它一下飞往左，一下又往右。我操，这怎么剪？还有水，这飞机被两条沟围着，太难绕了。但鞋子还是踩湿了，下面全是水。还想再飞一下子，发现这里刚刚炸了一下，这里烧齿了，就这一边还是动的，这边没动，飞不了了。回去做个机翼，然后舵机换一下，明天再来。Day two， 好了，现在这飞机满血复活。前一架我知道怎么炸的了，我把这个机身的位置和这个吊舱两个换了位置，上次这个吊舱跟实际的飞机是反的，我还以为是没有影响的，实际飞行情况影响这么大，现在这样应该就好了。而且现在这个平尾我也给装反了，但是这装反还有个好处，就是本来平尾如果装反了的话是在这边，现在刚好把平尾的这个有用的这一部分放到中间这里，这样子的话它这个平衡性也会更好一点点。
因为刚好机身是偏过来这边，偏过来左边，然后这个平尾放到右边来一点点，副翼右左，没问题。来吧，开始试飞，走。好恐怖，感觉好一点点了，头重了一点点，拉点杆，哎，好飞一点，比前一架好飞很多，还是头重，头重了好多，还可以，调好了，副翼有一点点偏，我再看能不能飞得很直，来个低空通铲。可以，我操！啊，要下拉，这个是上单翼，油门高了会抬头。哦，我还发现一个问题，它现在机身在左边，它油门高了会往右边跑。这大佐专用飞行器，我试下空翻，空翻应该很难翻得远，它这不对称，走。哎呀哎呀，跑偏的，要修方向舵。不修方向舵的话就会很偏，它老是往右边跑，试下倒飞，倒飞就往左边走了，还可以，倒飞也还好飞，来倒飞通铲，可以可以，不错，准备降落，没风，从右边往左边降。哟，我蹦一下，安尼真大声。喂喂喂！安尼，我看飞机有没有问题。哎，飞机呢？在前面，路中间。好，降落，降落。哟，我蹦！这个全碎，这个也没了，一地的碎片。后面发现这个也需要报废了，屏幕没了，不过可以连手机现在。哎，今天损失惨重。哼，电机没事，转流罩爆了，这边这个爆了，这边这个也爆了。然后刚刚穿越机，哼，切到了这里。啊，这里也切到了，从这里打了几下，应该穿机从这里过来的，全碎了。刚刚打的那一下飞居然没掉下来，好吧，这个就不飞了，就这样。大概怎么一个性能也是知道的，就是它这个动力舱的话要尽量靠近这个中间位置，就是两边气动阻力会不一样，油门一大的时候它就会往这边跑，拉着走，因为这边阻力更大，这边阻力更小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抬头的时候如果失速，它也是因为动力在这边，就拉着往这边走。然后我的这架飞机还有一个就是没装下拉脚，因为是上单翼，它一推油门高了它会抬头，这个是上单翼飞机都有的毛病，大概就这么个情况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如果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的话，可以键三连支持一下，你的三连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。我是布丁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